大家好，我是 Oscar， 隔篱呢位系阿 Ken。系，大家好。我哋公司嘅服务咧系有请佛牌啦、教客人拜神同埋还神嘅方法啦，同埋有租位嘅服务嘅。因为有啲客咧就唔方便将个神像摆喺屋企，咁就会放喺我哋呢一度咧。定时我哋会帮客人上香啊、打理啊，同埋供奉嘅。咁同埋。有些客人不帶的佛牌，我們是會幫他拿回去泰國的寺廟繼續去供奉，還有定期我們會有師傅來到香港做一些法事啊、賜符啊等等的。我們店頭最大的特點呢，其實就是我們不只有佛牌供請，而是我們會提供一個服務，就是為客人度身訂了一個拜神還神的服務。因為呢，拜神還神是因人而異的，你有咩背景啊、咩職業啊咁樣咧，都會有唔同嘅方法。因為咧，其實我係負責泰國事務嗰個人嚟嘅。咁啊，每一次咧，我自己都會親身過泰國啦，走勻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廟宇。咁就喺廟宇入邊咧，直接供請佛牌翻嚟。咁就變咗可能價錢咧會比較親民啲。咁啊，大家都會易手落。至於講到我哋鋪頭嘅鎮店之寶咧，當然就係係由我哋好辛苦咁樣泰國咧帶翻嚟嘅一個好大嘅四面神像。咁咧呢個四面神像咧係由一個已故師傅叫龍坡碰馬咧喺1961年嗰陣做嘅。咁距離而家咧大約有50多年歷史到啦。咁呢個神像嘅材料咧其實好簡單嘅啫，又唔係金唔係銀呢啲好貴嘅嘢，其實只係銅嚟嘅啫。但係嗰個銅咧。嘅來歷咧就絕對係唔嘢少嘅，因為呢個銅咧係用一啲破舊廟嘅銅鐘，然之後融咗出嚟啦，再去做個神像，所以咧其實全世界咧只係有9個呢個神像嘅啫。